这稻谷啊都被老鼠咬破洞了，这老鼠都吃完去了。让把它晒一下。其实，20岁的时候，我很有理想。刚刚把这个稻谷晒了，这稻谷是去年的稻谷，今年新的稻谷没有种。哎，我现在准备出发了啊，一杯包去好像那个百香果。晚上的话可能会给大家上车，然后今天又摘了果了。这次的话，然后这个品质然后会注意一点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买了两个快递送到村口了，去领一下，让带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快递哦。啊，我的两把菜刀，那两把菜刀，你看这菜刀多长，送到村口这里来了。那个工人在帮我打磨菜刀，磨锋利一点，切肉的话就锋利一点啊，切的薄一点啊。好了，言归正传了啊，我先出发去干活去了。这两个大枫叶呢，准备拉到里面去做那个风力发电的啊，就在这里停着，还没有拉进去，真的太，都到哪头去了？都到哪头路口去了？走了。不知道有多少拉果过来了。其实30岁的时候。还有这爱的姑娘依然靠在我身旁，这批果又亮了吧。啊，转瞬之间匆匆而过，这样旁人道失落。亮了，拥有可够了，要不要？要，所谓特大果，好大一点。如风一样自由，收工回去了啊！这里解卖完了，这里一个美女差不多定了，直接送给。来了，好嘛，这把大把，这把大把，好，大把大把，好了，我们下去。直播我们就不带大家去看美女了啊，在我们的视频里面展现了。你像我们就会忽悠他说，我们说我们打码的，你让我们发出去，你们不打码啊。你爸爸可以。对。等一我会打算你们看。你看到美女没有？肯定看到了。不是，都带来带你来看美女，叫你自己想看。少妇，我有他微信的，我还又这么我想看，就是有了微信了啊，更想了，上一步的了解一下哦。开玩笑啊，两个人，开玩笑啊。你看，你要问啊，要问我饿不饿啊？刚才他叫吃螺蛳粉，我们哪里好意思吃，对不对？明天看，他又转钱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不好意思吃。然后呢？还要叫那喝8+1，更不能喝了，要开车。开车啊、哦！对，你们现在问你饿不饿？饿的话，我去别的地方吃。咋去二桥去？去二桥去吧，我不吃的吧？啊、你不吃啊？不吃就不吃呗。你吃啊？走吧。是吧？那我们先回去先去搞点宵夜啊。我不搞了，廖总搞得可以了啊。是。下车了啊、哦！
别开车了，我们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啊，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然后的支持啊，非常感谢了啊，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安心的开车啊，我的视频就下期再见，拜拜了，安心开车。